小强，小强，小强，咋？奥特曼最新款的经典版34弹来嘞！好老爸，来了，赶紧给我开呀！赶紧，赶紧开！啊，那你必须来个挑战。怎么样？地铁跑酷，1分钟之内躲金币不能超过5个，就可以开这一盒经典版34弹，好不好？必须的。必须的，那你选个皮肤和那个滑板吧。就这个超级奇迹和星星滑板好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啊，来。这个包装好帅啊！对，这包装也全部改版了，开撕了啊！5个是吧？对，不能超过5个，躲金币啊！必须秀一下，好吧？来，必须秀一下，好吧？哇塞，这手感还不错啊！这滑板好爽！哇、哦，这滑板可以跳这么高的？可以二段跳的。啊？二段跳。二段跳的滑板，跳两次了，真的？就这样就可以跳两次。那你这个不是很爽吗？90个钥匙，90个钥匙解锁的是吧？这个技能。好，还有20多秒啊！现在一个金币都还没有捡到。好的，那绝对是没问题了啊，绝对是没问题了，直接上，直接上，15秒了啊，马上就到。这速度好像不是很快吧？啊？速度好像不是很快啊？哎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3、2，好的，1，拿下，停止。OK， 那咱们现在就来开吧。好的，来吧。哇，这包装这么帅的。对，这是捷德的吧？嗯。好的。6包6包了。对，直接捡嘛，直接捡。还以为是豪华包呢。来吧，第一刀，看一下能不能开出 SSR 卡。现在的 SSR 卡非常漂亮哦。我这二卡怎么都这样子？对，全部改了。来，往后。SSR， 哇，有点帅了。嗯，有 SSR， SSR 啊，有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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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那继续啊。好，这第一刀没有，来，好，第二刀，来。这应该能出的吧？肯定能出的。SSR， 来，我看，哇塞，现在的 SSR， 你们看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你看。对吧？这个背景太漂亮了 ，SSR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一刀里面可能就是一张 SSR 的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二刀，来看一下啊，蓝金币看今天能不能有机会出一张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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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没有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还是都没有。没有。好，那看下面的那一刀。肯定必出。好，这一刀里面必出一张好卡的，必出一张好卡。来了，来了，没有，来了，来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嘿，来了，一张U2，U2没有改变，哎呀，我去，U2还是跟U2有些是改变的，对，这个字很难，没人能打出来。来一张蓝 GP， 好，看一下蓝 GP， 有没有蓝 GP？ 哎，上面的好像没有，都在下面吗？啊，哎，这那张横版的是吧？这刀没有，没有，好，最后一刀。这里必出的啊，这里必出，最后一刀必出好卡，应该是有蓝 GP 的。好，我想肯定是有蓝 GP 的啊，应该是有蓝 GP。哎，刚才那张不是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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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肯定有张。哎，蓝 GP， 真的是蓝 GP， 哇塞，我的天哪！可以捷德的捷德，哇塞，这个蓝 GP 你们看，做的太帅了，太帅了吧？你看后面，你看。那个光线太漂亮了，这张蓝 GP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收了吧，收了你的卡册。